安装电池。不关键活的活，不看吗？加关。你这是公司不开的。今天天气是不开机和充电的，挺多的事。我操！九十了，我操！我旁边他妈的，我板腿是醒了，我直接醒了。我使了点那个板腿过九点，十七。真的是把我的椅子，我的椅子我操，他妈的，必须把脚转过来。要不我最近养的猪，这个猪肉。